面啊，在餐点食材上，两位有没有什么过敏或忌口？海鲜、牛肉、蛋奶制品、海藻。海鲜、牛肉。在餐点食材上，我们四位有没有什么过敏或忌口？不是。对，准备一道。那龙虾可能也很。吃的时候都想粉刺泡，你可以当筷子或汤匙啊，这个搅拌之后来做享用。看到，稍微调点一层浓重的泡芙，鲜花里面是搭配花枝天妇罗，直接用手拿当汉堡吃就可以了。是，我这个是手工泡芙哦，就是快微小点。里面的话是搭配欧姆蛋。
还有你的。下花是龙须菜，搭配上面点了一点紫苏花，吃完生蚝再吃底下这个紫苏。野生的胭脂虾搭配是底下的现卷的玉子烧，这个酱汁上绿色的话是牙葱。
干贝中间哦，夹入一个东西叫柚柿卷，柚子跟柿子做的卷饼，我叫柚柿卷，然后用日本红的柚子肉，然后做成像这个柿饼的口感。我让我用那个海苔包着吃。一点日本的姜，我叫明和，就是红红的那个。它的话就是辣辣的，它是非常清香姜味。做两种吃法，那旁边的话就是白干鱼，那我们是吃沙西米，生食的，对，它会稍微炙烧。你看挖出来这个鲍鱼的嘴巴。那一大部分都是可以做享用的，然后什么绿绿的，因为它是母的，哦，它有五颗都母的，还没开到中的，五颗都母的。啊，这个公的，白色是公的。
上面是加洋葱，是百味噌酱，我们自己做的。搭配旁边刚煎那个是日本的圆茄，我就叫水茄。可以啊，和牛，我们只有和牛了，可以的。它称重卖，金额一公克是10块钱。因为活体线上，所以熟度会抓在6到7分熟 ，OK 吗 ？OK。芡汁，上面话是要放一点，那这里直接就没办法。芡汁，这个是用。还有占据了自己。
准备这个日本兵库的和牛，哦，五分熟，对吧？牛肉，小姐这边五分熟可以吗？够，好好好，够，好，我们送冰。冰是那个士兵的兵啊。让它在静置的这个同时，哦，吸附我们这个樱花木的香气。好，这比较潜意识的冷熏呐，啊，就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时间，哦，附着在表层，让它增加一个香气。啊，不抢我们和牛本身油脂的味道，它吃起来会更有层次感啊。
8月8月的时候，我参加了当时的，谢谢。